给我的吗？是不是？是刚问的刚的事情要给我的是吗？谢谢你，感谢。你们知道我最近脸有点变胖吗？不，有觉得变胖吗？那我就不客气喝喽。好的，那带来这首歌，它的歌名叫做《当你》，对，叫《当你》。好，大家搜寻一下。我打的版本是林俊杰的版本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。然后，我们一起来听下一首歌吧。今天表演时间到晚上的，好，拜拜。晚上的，我们的小蜜蜂，小蜜蜂，怎么办？今天几点？你决定。小蜜蜂，我们几点？我们今天要到几点？他有讲话吗？有讲话吗？我听不到，因为你嘴巴要挡。九点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就到九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啦，明天要上班上课哎，我也要。不行不行，不能请假，不能请假。不行不行。搬家搬家搬家。不行不行。搬家搬家。ダメです。不行，ダメダメダメ。不要不要，你们不要那个。跳票。你们真的不行这样，你不要一起逆上喵，我抱歉。阿里嘎多。那个，你们大家不要崩坏我的形象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下一首歌。